每次苗栗台风的流曼强，还台米国三十多年，二十七岁的时节就得到米国博士学位，受到 NASA 的评送，很偏强意。下面发展旅游业，变做企业总裁。不过，伊最关心的，三系客家语言同文化的传承。就推行个客家的文化嘅传承，同个客家事务嘅推展。刘曼强目前系海外轨道嘅客家社团嘅重要成员，无论系同化祭、客家迎火会、海外行业演习班，太太细细嘅拍通，伊都为全场嘅参加用心嘅规划。我田兵系祖宗爷，系刘曼强三万岁个海外客家最重要嘅通力。除了保存行业和文化之外，你们希望本国籍看到客家的文化。